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谢bro，这盘三盘韩线，我竟然碰见了灯塔三巨头 boss。我这盘是来打 AI 和玩家的任务，还有一个踩点的任务。打玩家还必须让我以丝袜套头的装备来打，不然不算。主人点在隧道这边，这个点位的话，我想着先去水源站打 AI 做任务。任务规定我拿喷子，还得以爆头打掉才算。我拿的是一把 MP153 喷子。一般进入到这里面都会刷两个 AI， 然后头上会刷一个狙击 AI。但是进来之后没有看到，于是想着进来摸一摸钥匙啊。没刷了。这个时候听到一边有转动的声音，应该是 AI。那后面。哎，这门是开的。哦，收到个比特币。我开的，我开的。哦、这后面有个 AI。瓦力加。浪费我一发，哎呀！然后这里就刷了一个，后面也没有看到，于是准备去东楼再去打。我一直在给波星换子弹，是能提高狙击技能等级，因为有任务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狙击等级才能完成，所以拉山真的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，有时候真的拉到想吐，甚至还可能把你带入到睡梦中拉山。这个时候我屁股跟着一个队友，还有个队友稍微掉队了一小截。不对，我旁边有个人。啊？有玩家吗？我来了。你躲一下，你躲一下，你躲一下。他如果找你，你就打他。你在哪儿？我在贴这个，这什么？这是我，这是我。我没过来。旁边。哦，这是你啊？哎，他在右边，他在右边。这是你吗？不是吗？操，没打死了！来，他把我打死。Nice。啊？三三，这应该是三三。哎，下面是。操，那你冲十八开枪。他死了吗？你冲十八开枪，我不能不打你吧？我操！哎，就在车那块儿吧。死了？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。不是你为什么打我？啊、我问这是你吗？我问你们从哪边上来的？我们肯定是从山在右边。不是，结果你开枪了，那我就打你呗。你说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往西楼，如果往这边赶的话，肯定就是从这边上下来。这个游戏打队友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习惯就好。然后来到东楼，发现里面有人在打架。你的枪投保了吗？想起来了。哇，别睡！我觉得枪投保了。是吧？都给你撇了弹夹啥的。我能不来？你把希望。哎，那人在打呢。哎，得给他把枪。进楼了吗？这个玩家里面，你没进，没过来吧？我到门口了，我到门口了。他在那侧边，侧边，侧边。我在打麻将。他上二楼了。中选下来了。那个玩家上到二楼，然后绕到另外一侧，被我的队友给打掉了。啊，过来吧，我在厕所里了。嗯，走了。什么破枪？啊，扳手，这个扳手的话七八万。然后这个蓄电池就挺贵了，有十七八万吧应该，因为这个物品是需要做任务来用的啊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东西太沉了，你挡住的话带上它就会很负重。
简单来说就是走几步就会要大喘一下，走几步就要大喘一下。哎炮，打 A 的任务完成了，还得去气象站踩下点，然后队友也有打 A 的任务，顺便他也可以在气象站打打 AI。 你有杀 AI 的任务吗？没有了。好几个，打死没？没了。他想打死我。哎，打我了！我操！我死了！啊！男团吧，我丢！好像是男团呀，他说的不是俄语。我操！真难弹、哎！我老大，我把老大杀了。你杀了一个没？我一个没杀，直接给我秒了。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。我操！夹子这样的，没吃的了，我包里有吃的啊。包里吃的都有。别说话，别说话。这个面罩箱，操！哎呀，你不该死啊！多亏我先进了，我不先进估计咱俩就得背掉了。啊，这太爽了吧，兄弟们，拍个照。还有个男团没打死。我耳机干我。他这什么耳机？他妈救一我！哪张白卡脑大哪张白卡，操你！这个不给办这个危险。机甲，五机甲，都是五机甲，我操！
喷子投保了吗？我死了。啊，他什么时候过来了？我还拍照，我拍了个遗照吧，我裂开。